我们修的是老天的天道，认准老师的天命，修道是我们自个儿的命，修我们自个儿的心。前人不好，前人不好，前人有过是前人，你有功没给前人呢，这全我们老师说的话啊。我们老师当初也是普通人，也没做过官，也没发过大财，他说人家得道之后，跟着有一位耿老师办道，回来一年一年的跟我们一样啊。十七代祖老祖师不在了，我们老师师母全都是十七代祖的弟子，顶到现在呢，大道普遍世界各国。所以你们大家不知道，当初我求道那时候，仙佛说这个话，我都犹豫不大相信。我们普通人怎么会大道普遍世界各国呢？现在你看都实现普遍世界各国。所以天命那是上天有命，人拦不住。好比我在来台湾吧，你看看民国四十年军法处判我徒刑，民国五十七年警备司令部又给我谈请去说谈话，又蹲一个礼拜，说是邪教。现在你看看道务明显了，他也不说邪教了，人家外国全都准许了，我们台湾你还有什么限制啊？